我发现我冲进去都可以吸引他们站回来，他们每个人都想要打我。为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说你你进去，他们当然想打你啊？因为我第一次进去，他们都不理我，之后我再进，他们每个人都想打我。来了来了，杰瑞，有在看直播？我认识你了。对，我到底是谁啊？我是到底是谁？还是？而且他们都是及时来帮我，好凶啊！哇！哎，我这边都是桌子来了，桌子来了，我死，我死。你在哪？你不要冲他！啊！你为什么在后面啊？不是啊！怎么了？太强！我往对面核心了，我往对面核心了。好！啊！祭司在哪？祭司死掉了。他们的祭司在哪？他们还在家里。他们对面祭司家里都是人啊！等一下啦！我在有人。家里。不是你，你可以跟回家，你可以跟在家里。不是他已经在家里面了，是他们走进来了。对，是他们走进来，我们家里这附近都是人。那，你小心，我知道，我帮你买个空桥跳下来的。哎呦，帮你买个西瓜岛躲在后面。好救命！那个不是哈基尼，不是哈基尼。杰克，你挖掉了吗？我刚挖掉了，中间是海里都是鱼的。所以是不是要等 CD 啦？什么 CD？ 就是挖中间的那个啊，中间不是那个。哎，坐着进来，坐着进去。哎呦，有人了。主核心只要一挖掉。祭司就会受到强烈的伤害，那个都会有的。就像又要爬，还要爬，没有什么 CD， 就是都可以再挖。哦，可以马上挖，是不是？好好好。对对对对。我看到上面的骷髅好像浮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哈基岛，不是没有西瓜岛可以补血。什么啦？没西瓜岛。卡加布列岛。他会归死。他们对，他们家里都是人，我。我啦，不要怕，海里都是鱼。飘下我看不到，外面左边我有放西瓜岛，看到了。对对对，那旁边还有那个战神岛。我需要回血，只是这里就要防守了。然后这个你在哪？我刚刚有捡到那个，哦没有，都回到你身上了。嗯，都回到我身上。还是你力量给我们守护你拿？他们家里人太多，直接丢吗？对，直接丢。哇，我们输300-400，嗯，那还好，我们只要再杀回来就可以了。嗯中也太硬了。中间那个看杰瑞，你要不来放一下？对，这里还有牛排。中间好难跑啊，这个。帮我看一下啊。哎，中间有一个人来了。有，我看到。啊，守护者岛也是能放就放。他自己屁股后面。是啊。只要就买核心出来放就会启动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大量购买。但是我们体验很多啊，我们也可以帮你换一下。哎呦，又卡了一下。哎呦呦，后面左边。我没有那个炮弹。他退回去了。好。怎么没有人尝试切他右路啊？右边。因为我们不是红师部啊。还有谁啊？尝试其他个部。有人在那个天桥上面。有天桥，大概通常都有点没那么容易。我让你干单，谁让你吃牛排？谁让你吃牛排？哎，他居然还会用潜水的啊！可恶！被打下去了，好不容易潜进来，没有把那个弓箭手打死。哇哇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哦，难过。直接敲核心吧，他那个下面那个，他那个会被缓吧？中间水池下面超多那个的装备。嗯。因为下去很危险，球没用了。太靠近，或者是那个他身上有道具风。对对，我们家有一个。好。中间爆炸！哇，好棒！有一个在很靠近我们家。打破！我在打他，我把他打下去了。我这刚复活就饿了。我也是。给鬼给鬼！然后中间的那个全都被我放了。为什么中间下面这么多人啊？中间下去就很难上来了。你可能爬回来，要游到边边爬那个藤蔓呢。嗯，对啊，我自杀了就没办法。哦，哈基漂亮哦，都挖了。有人到中间了。对面谁呀？坐着。稿子不分开，两个五个嘞。哎，我是缺五个吗？一次五个。哇，这扛这么多人啊！我先走了。对啊，我在远处射箭帮忙啊。我吸到头盔啦。加油！我想说，我刚放那个，然后我们的守护者就死了。
把他打下，把他打下，摔死了，摔死，摔死，摔死了！我们在下面，我们在下面，我们在下面，后面了。他没想到后面会有一个啊！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我这边放了，中间有机会也可以再放。出去外面，出去外面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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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我专门放老位置，放老位置。太多人围他一个了吧？不对啊，这是在西瓜这边。哎呦，西瓜被打死，哈基被打死了。什么？哈基被打死？不要讲错，还要故意讲对这样子。被打死了，在那个回血的地方互打，这样有效果。互打，互打，互打。有。我骷髅打不死，我没有带钻石剑啊。要带钻剑，要带钻剑。哎呦，我们冲过来喽！好，好，还有这个可以。你居然用钻石斧丢我！哎呀！从后面来的，怎么会有？怎么会有敌人遇到我是拿钻石斧丢我的？我没有那个。遇到好人了。好。我不见了。团团躲在那里。啊！我刚来的。我刚又要出去，刚快的，哎呦，刚快，哎，魔枪啊！哎呦，我需要支援，下面有一个，哇，不是啊，我有魔枪啊！哎呦，我去，哎呦，我去附魔了，好，好痛啊！没有食物，估计是生气气的。哎，作者，干嘛作者？牛排是不是还有得放？我们有没有附魔装可以穿啊？分牛排放两个地方啊，没有在。可以自己附一下。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气，不要动了气，小心。小雨别生气，小雨别生气。我们还需要你，我们还需要你。我上一场宠坏他了，对不起。怎么那么多酷武弓箭手都躲在门口、啊？他们都在家里吗？哎呦，有人过来了！哦，会不会现在只有一个吗？啊，他们的酷弓在哪里？他们藏在哪里呀、啊？我附魔团要不要一裹一下？哎、欸，有人要过来，有人过来，左上有一个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进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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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来他们没有酷弓哦！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，他怎么没人跟我讲？别别。你买公文啊！我很冷静。衣冠，衣冠。开到洞开气这样啊！义务兵，开气啊！什么鬼？水底下有人哦，小心孩子啊！小心。没有孩子啊！那是我们，那是我们大西瓜锅的。好好讲话哦，好好讲话哦，好好讲话哦，别歪，好好讲话哦，越来越歪了，真的，你这样不行啊！被恭维，我觉得我一直被同样的人打死啊。没有，你只是看起来他们长得很像而已，就跟我们看外国人是一样道理。嗯，哎，那怎么都被挖完了？哎，那我过来干嘛了？啊啊啊！抱歉，我刚刚挖完了，没有跟你讲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他们有人在挖，有个在挖，哎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哎，迷路了，迷路了。那你守住那个，那你守住那个。站在那边。每一对核心都长得不一样啊！被挖掉了。我们的是红色的。嗯。哎、欸，他们的祭司受伤了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冲一波。其实没有再看到他们祭司的位置。都在家里。我们要不要冲一波？他们全部都在家，是不是？对。嗯。祭司总会在家里，然后现在是时装。他们赢要冲，输、要说。是现在是铁装，铁装、哎。那我们只好上。铁装，我们只好上。上上啊上啊！中间需要补核心哦，中间需要补核心。对不起，我有就补。怎么打、啊？卡恰布列岛啊，卡了一下，巨币。我宁愿吃金币果，不要吃那恶心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有人中路吗？中路支援，支援香菜吗？不行，叫打野爸爸。嗯、啊，掉下去！我只知道我现在被打得很疼。啊、哎呦喂呀、啊，疼啊，疼啊！我要冲出去盖。多人了、啊，附魔在附魔，快盖自信机关！在附啊，快叫盖个城堡呗！他至少他们现在上面下面那个下面死了，下面死了，下面。哇，作者喷装啦！哦，下面装备，下面装备，底下都装，终于底下都装备。我在慢慢吸，可是太多了。干嘛干嘛？装备太多了。
装备真的太多了，要不要下来吸一下？我们家左边有一个来了，我来吸了，我来吸了。通讯兵，小野冷静，我们冷静，撑住，撑住。他们来了 ，incoming， 一吸就被打了。那你打。不要打我们家。我干掉他，我干掉他，我干掉他了。没事没事，来了我来了。团团没有装备是吗？团团。我们如果身上有核心死掉，被对面捡走了，就变成他们的核心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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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交易交易。不过他们的核心可以变成青金石啦。你是干嘛？这里。是不是？这里。你不要再变老公公好不好？快点。这里好。刚说空空降什么？团团团团。啊，看这里有一些东东都满了，哇塞，会持续的放啊。好，祭司在他们家哦，进去了，你好像偷窥狂哦。祭司在他们家，听说在他们家嘛，再上，我走耶！好，他们有一个装备，哎，有人要跟我过来，老师，他回家。嘿嘿嘿，哎，允月，你不要跟我做一样事，快！哦，好了，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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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赶紧走！赶紧走！看起来，看起来，练做一半嘛，很多人，练做一半，屁股不会散，我没有效果了，退一点，退。屁股不会散，一人做一半。好了，你要捡到复活，可以去前面那边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要回来找你了。你一边有捡到的附魔，有人通过来了，有人通过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们有魔枪哦。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让。稍微小心他们祭司的魔枪。哎，那个作者在中间下面。好的。我也在这边，我也在这边，我也在这边。后面还有一个，后面还有一个。我是作者，我想说是祭司。我直接砍掉！我干掉！我干掉！哎，中间家里有一个过来进来了，中间家里直接砍他们在商店买东西的人，可不可以啊？他们不行的，进不去了。哦，我讲一下。哎呦，蓝队进去死！对，家里终于有一个。我刚他们打的是越南人的战术。对，越南人啊，有几吗？当初美国打越南就是这样，好多洞。就游击战啊，打一下就跑，打一下就跑。还好泽平你有跟上，是不是？真的还行，还行。原来如此啊，原来这游戏可以从看看麦块，嗯，还可以学越南战术。学战术。两个。祭司复活有40秒力量。哦，就像之前那个感觉。哇，来，有人需要风力4燃烧2的吗？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有负责吗？我看的有 view 吗？有 view 吗？有没有给你好？有完血，有完血，有 view 吗？不是，帮忙打！有 view 吗？有 view 吗？我满血，他都在打我啊！满血，满血！你转头帮我揍他嘛！我俩回来弄一下床。太嗨了吧！有人在挖我们中间了，挖我们中间了啊！挖我们中间，左边。哎呦我的天！哎，挖我们的，有听？哇啊，被挖光了！这是谁？哎，这是雨月的桃，不是我的耶！安安还想附魔啊？用牺牲打去打他们的那个库工就好了吧？中间需要，中间需要补核心了，中间需要补核心。有，我在补。两人也不怕。哎，没有，我来补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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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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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南马来呀！打死你！冲啊，冲啊！他们其实好像在上面哦。越南来啦！不行，这样吧，你们太好来呀！不行，来呀！你打我干嘛？你有毛病呢？打啦，泽林打！中立车在我们家的啦！哎，我死了！哎，他怎么了啊？这压力很大的。打进来了，打进来了！挤在这里啊，看不清彼此了。快打，快打！哎，附魔可以洗掉吗？啊，我开始了，放在自己身上，这边合成台。等下我拉到我的画面，一个装备放上去就可以了。有，看到了。
挡挡不到啊！收工收工收工回家，收工是不是？收工收工，还没参战呢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长相泽平的，打打打！这个这个这个，我这里打打打！打一下泽平，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！弄他弄他弄他！打爆他！打死他！哎呦我啊！世界上的泽平只能有一个，对，打他，不用留他了，弄死他。弄他，弄他，他蓝蓝的，弄他，他明天就来。双击，双击，双击，双击！哎，好痛啊！被弄死了！这个走太夸张了吧！哇！哎，我问一下，魔枪全死了！救命啊！在你们前面吗？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在哪里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在他们前线。我有吸了一些了，我吸到身上满了。哦。